那今天就是没有太多进度，因为就是现在做的事情，就是除了后端有一些衣服跟前端有一些衣服之外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写程式的人能够解决的事情，就是现在最大的部分是就是 GV database 这件事情，然后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很难把它完成，因为就是 GV 的专案实在太多了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那个 spreadsheet 就是。直到上次黑客松，就是说所有的 GV 黑客松的专案累积到上一次黑客松已经有数到172页了，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也需要很辛苦了吧？就是这700多个专案看过一遍，然后我们想要来做一个分类的事情，所以就是目前都在做这件事情。然后理想上希望就是可以做一个就是需要人类来加入这个专案，然后来判别就是这些专案是不是有重复到，然后它的内容是怎么样。然后我们希望根据这个分类去做，就是做标签这样子。所以就是这个是非常消耗人类的，就是完全无法靠机器来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之后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就是持续到阿来这个专案来贡献。这个专案。我们之所以想要继续做，是因为这个专案已经是 GDB 社群成立以来今年是第9年了，然后从来没有成功过的一个专案类型，就是 GDB 的专行，所以就是希望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成功，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做这件事情，这样子是如果今年不成功的话，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继续有可能第10版之类的。希望今年就可以成功，就是明年就不用再有一个新的这样子。就简短到这边。然后如果想要就是加入写作的话，就是我们的频道是EDU，然后中间一杠，然后 RLAY 就是 ARLAY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谢谢贝斯，再来是。